我以为要带佢哋行匀呢个世界，殊不知最宝贵嘅系我哋喺埋一齐嘅世界。人生有好多好嘢可以追求嘅，但系唔系个个都可以揾到自己。我中意嚟呢度，因为我可以回顾历史，仲可以睇见我哋嘅未来。好多人都可以喺博物馆揾到属于自己嘅无价体验，你呢？